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头做的鱼，木呀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们，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了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《生活大冒险》第十季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现在我们回归是三次视频的剧情啊，三次视频咱们是召唤出来了，比原版末影龙强上十倍甚至百倍的末影龙。它的攻击方式分为三种，第一种是那个冲撞，第二种是那个喷龙息，第三种是喷那个火焰弹，第四种就厉害了，那个激光。好像它现在那个什么激光模式改变成了，就是它激光发射过去之后还会伴随几道雷砸下去。是的，没错。好了，咱们这期的话那个就该做那个无尽套了。上期咱们不是说那个不知道这个无尽套能不能屏蔽太阳的伤害，咱们现在就测试一下吧。已经有足够多的那个无尽之锭来制作那个套装了，保守估计的话最少可以做个四五套吧。先我先看一下，准备一下材料。材料的话它这边好像需要那个先看一下，中子树锭、无尽催化剂，中子树锭、无尽催化剂先买一些，然后中子树锭，好像那个什么矩阵、水晶矩阵，它也是需要的。哥哥，你坐好，我去挣钱去了。定哪去了？中子，好，中子树锭，然后矩阵，这个得给它做成矩阵块。先做一个矩阵块，给它卖进去。我开了一个出头9000万。矩阵 ，OK， 这个买上一组。材料的话，应该就是这些了，再给它摆上就 OK 了。头盔的话，那个这样摆。他这里没有，哎，有这个加号，我居然没看到这个加号，我怕是个大傻子吧？所以你一直自己。放在那的吧。所以我一直反复的看，反复的看来摆放，气死我了。你可能有点傻傻哦。我怕是个大沙雕吧。可能是的哦。好，然后裤衩子还需要这个中指树钉，气死我了，真的是。不要生气了，跟自己怄气有什么好的。那我差点被雷劈死了。好，再来个鞋子。鞋子还差无尽之锭，再买一下。怎么又天黑了？你又做了什么？没事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而已。好，再加上鞋子 ，OK， 再把这些全都卖进去，咱们就不用再买了，不用再做了。来，现在的咱们两个每个人一套先。先测试一下那个能不能抵御太阳的伤害啊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你先回来吧，我先把这一套给他换上。裤衩子 OK， 再加上头盔给你，谢谢哥哥。然后把你的钱交出来吧。我没有钱了。快点，我真的没有钱了，我差点忘记了。这个鱼三岁，我先把它放出来。我的天，以咱们现在的实力，谁敢惹我们？哎，这个鱼三岁，长得还行。先给他设置为家，给你，待在这里。哥，你人呢？好，我来了。哪呢？那我就两个五金块。哪呢？你在哪呢？这里。地上哪里有？才两个五金块啊。对啊，我就开了几个幸运块啊，开了半组吧。我看一下能不能买一套，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。先给我洗衣费穿上，先给我的洗衣费穿上。OK， 我的天，这闪电你听到没？我洗衣费呢？我老婆呢？我老婆哪去了？咋的了？我时来运转了，我开了一个超大的老婆，你过来，老婆，金块山、哎，这是我妹妹，金块山。跟着我，老婆，我这个是于美丽。我老婆怎么？我的天，这个闪电，
你看城堡周围的安全，咱们还用担心吗？全部都被你的小墨影龙给弄死了。哎，我给他身上穿的那套，哇，这套先给他换下来。你看这闪电，我的妈呀！看着都吓人。OK。哇，这个贴图好像有问题。怎么了？聊个天。他是转过来的吗？看着我。你看，你看，他的眼睛跟咱们的眼睛一样闪闪发光。我那是青光眼。你觉得你确定要他跟我们的一样吗？好，这套装备我可以给他卖掉了。以咱们现在的实力，谁敢惹我们？谁敢惹我们？好像没有哎，暂时是没有的。看一下还能不能再买一套？买不了，买不了。快快快快快，妹妹，赶紧赚钱！你是不是傻？这种幸运方块你那个呀？你给他加一下那个什么幸运值不就行了？是不是加幸运值没用的？这个幸运方块，它这个不是靠幸运值来弄的。对，你确定吗？你觉得这种简单的事情我不会去先想好吗？你这脑子你有想过吗？没有，但是没用，就是没用。这闪电，我的天！快点，我这边有钱。完全就没有停过。哥哥快来呀，我这边又有钱了呀。我地上有些幸运方块，那个我先把能卖进去的东西先给它卖进去先。这个转化座不要了，老鼠场地卖掉。好，我看一下那个幸运值100的幸运方块，这种幸运方块能开出多少啊？快过来！你是不是傻？用崩解之镐不就行了？不要！哎，你这样子我不好挖了。怎么不好挖？崩解之镐呀。所以呢，他不是要慢慢的去卖吗？那我给你五金块吧，我又买了，我的五金块哪去了？一个。搞这么半天你才一个，丢啊？对啊。五金块呢？我丢了不见了。呵，你个败家娘们。那我还是丢五金锭吧。五金块不见了，我的五金块呢？你个败家娘们。哪去了？真的是莫名其妙的。看一下，等白天吧，等白天。哎，这个龙它跟着我过来了，我传送它会跟着我传送。哎，前面那一栋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铁块，哎，铁块山。我传送它会跟着我传送的。那不是挺厉害的吗？很好吗？好像是没用哎，好像是没用哎。幸运值加100的，好像是没用，没什么用。但我觉得吧，他开出那个绿宝石山的几率应该比普通的要高很多。那你加油吧，哥哥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你肯定是我们比我运气会好。对吧？我说的很有道理吧？感觉没什么卵用，真的感觉没什么卵用。哥，你还要买多少套呀？哈，人手一套呀。我看一下我家的儿子啊。我儿子的话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下面还有9、10，然后于美丽我肯定是要娶她的。哎，我女儿又生了一个吗？呀，不知道啊，我怎么跟她睡一起了？应该要10套8套吧，最少要10套。我觉得我们负担不起。看一下，把时间设置到白天。来，刚好咱们现在穿的是无尽套，看晒着太阳，有那个效果。晒太阳有效果吗？有效果，屏幕会变，但是不会受到伤害，不会受到伤害。哇，那无尽套还是蛮厉害的，我觉得可以每个人一套。你看，不会受到伤害。啊，我这个金子花的都快吐了。这样挺好的，你看一下你那里有多少钱了？我这边吗？啊，我这边，你别指望我哥哥，这些黄金能卖多少钱？一个的话，金都买不起。我看一下，总共平均的话，它的价格是无尽套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，大概是5亿一件，六亿一件。我看一下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。
我现在才3000万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，哦，3亿，才3亿。你那有多少了？我这边才2000多万，还是2亿。我把这个我把这个崩解之镐给他卖掉，给他卖掉就可以买个2件。我，哦，只能买一件，我的天，只能买个胸甲，负担不起呀，啊。是呀，啊，我都说了负担不起，这玩意儿要挖多久的矿才能？我不是，我要开多久的幸运方块才能负担得起哦？反正你这么喜欢开幸运方块，你就开着呗。完了，咱们家的桥又断了。我好不容易补好的，你让你的末叶龙滚出！怪我喽，怪我喽！你自己补吧，哥哥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相信你是最厉害的哥哥。反正你是我的后勤兵。什么叫后勤兵？我啥时候当兵了？你是咱们那个组合咱们啊双杀组合的后勤，对。什么玩意？我们组合就2个人好吗？哦，对，他们说那个，这个模组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，叫做那个结婚戒指。他说这个结婚钻戒做出来之后，那个有惊喜，咱们下期就把这个结婚钻戒给他做出来吧。具体的那个使用的方法，还有他全是因为我得给他翻译。嗯，好的，哥哥你最棒。召唤术管理，哎，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？拴绳，可以把它拴起来吗？我试一下看，是个铁钉加上一个拴绳。好像我捡完了，哥哥。咱们是个无精兵，咱们得在线下那个多开一些这种幸运方块。你后面有无精兵，好自己捡。三四 ，OK。拴绳，你那有拴绳吗？我这好像可能，也许大概，也许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拴绳，我这没有拴绳。做一个吧。拴，没有拴绳。做一个。哎，有。给我，我看把这个东西做出来，它的是不是能把这个梦影龙给它装进去？你刚无精兵捡了吧？捡了呀。这，你人在那边，怎么丢个东西丢这么远的？不行，这个衣服太滑了，一下就滑溜过去了。OK， 看一下这个东西，召唤兽容器，应该是把它装进去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理解的。别跑，你给我下来。怎么了？算了，我飞过来慢慢的下降，它应该会跟着我降下来的。快下来。哎，它下来了。能把它装进，哎，可以。我的天，可以把它装进去。不挺好的吗？那这样的话，我可以带它去各种各样的维度。他就可以守护，啊，他就可以守护我的周全了。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吗？别动。所以我拼命的劳作，我还得给你当备用血库是吗？好了，咱们这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等咱们线下的时候，多去开那个那个绿色的幸运方块吧，看一下那个咱们10多个孩子，就算他16个吧，16个加上你的我的，应该有20个，20套，我的天哪！我想哭。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？我的天，我这个贴图好像出问题了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那么下期再见，拜拜。